哎，为什么会抓到钱？
还行，大概就是一些小失误而已。那这瘾真的要认真打。
下一下，不然乱跳，不要坏我移动地图。还是跑图有一些小植物。等下多按了一下决定键。看来上一场真的死掉太多，哇塞，三五倍才居然掉到48分。上一场猪日子到底是打得有多烂？
好。跳呢？大部分的食物都在跳，跳雷，跳琴诺的那脚步强化。Thank you.
哎、欸，思路有点多，不知道上一趟是怎么跑的。
到底是怎么卖的？我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太刀，
我上一趟这边到底有多烂？上一次到底打多烂啊？真的不知道欸。
下，那边不该用冰点。那直接换新鲜的。不然我血量不够，不够换的。虽然说50分内其实还蛮难的。哎、欸，
好，好痛，好痛。哎、欸，被强制推。又刷一个 PB。